话说杨幂跟白宇这一对新晋 CP 前几天还在甜甜蜜蜜拍吻戏，这几天竟然就互相 battle 起来了。这般跳跃的情绪转换，大家赶紧跟小编去看看两位演员的表现如何吧。当天穿着黑色紧身裤的杨幂脚踩马丁靴，外搭黑皮衣，站在机车旁气场全开，衬得旁边的白宇同学都多了几分可爱。正式开拍时，背对着镜头而站的白宇似乎有些生气，与杨幂讲话时颇为激动不说，最后无奈转身离去后，还不忘用手指指着杨幂，露出一副算你厉害的表情。而咱们的大幂幂则保持着女王气场，不急不慢地回应白宇几句，就算气得白宇突然靠近也依旧面不改色，说完自己想要说的话后才帅气坐上机车准备离去。拍完之后，杨幂裹上厚棉服快速跑进休息室休息，过了好半天才与同样穿着棉服的白宇靠在栏杆上对了一会儿台词，并饰演了一下，之后两人便脱去外套趴在栏杆上再次投入到拍摄之中。